普遍来说，大家对运动摄影机的刻板印象似乎就是要像 GoPro 那样方正的外形，而 Trident 101也是探鱼摄影机，就是运动摄影机领域的创新产品，特别对有喜欢从事钓鱼运动的爱好者来说，更是增加钓鱼乐趣的利器。 Trident 101能及时串回的鱼况，画面讯号以 RF 无线电传输，连接讯号接收器的速度快而稳定，距离达300公尺，透过手机或平板荧幕清楚监看水面下20公尺，镜头视角达120度的范围，让你充分掌握鱼咬饵的讯息，继而准确拉杆钓起鱼获。Trident 101也是探鱼摄影机，防水等级支援到 IP68， 不需要安装防水壳就可以应付基本的水域环境。电池可抽换，容量达3200mAh， 使用 Type C 高速传下去充电，在电力满载的情况下，可连续使用长到5个小时的时间。拍摄画面是 1080p Full HD 高清画质，画面影像的放大与缩小三段循环控制，镜头周边配置 LED 机鱼灯，有夜视功能，记忆卡支援 Micro SDXC。 Trident 101也是探鱼摄影机，在使用上本体直接系于主线，机体长度 260mm，圆径 45mm， 水下本体 147mm， 部件空间便于收藏预备包，也可挂在腰间或胸前。 Trident 101也是探鱼摄影机。